难得那个呢，铁花村会，请我上来演唱，我等一年了呢，就是去年的12月31号开始等，也是一年哦。好好的，我的名字叫板奈，不羁板奈呀。赶紧，来，好，我们就唱这首原住民的歌曲，不是刚刚那首了。这首姐姐一定也很会唱，哎。
自马兰的姑娘。刚刚你们发现到我的眼睛有点湿湿的吗？我唱这首歌其实很怕太进去，用情太深。然后我又往这边看过去的时候，又看到我的姑妈哦，哎，就那个又来了，所以我又马上这样撇过去，哎，结果看到厕所。谢谢你们，很开心吗？有喜欢吗？我今天准备的歌曲可以吗？谢谢。好，你们的掌声可以，就是我就是可以代表我下次还有机会可以站在这边演唱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觉得掌声好像老板可能没有听到，有吗？